饭先吃饭，化什么妆啊？赶快吃。切，你懂什么？女孩子就要时刻保持美丽。哎呀，你这化妆品都那么晚你吃了，还怎么吃啊？你昨天不也把小翠姐嘴上的口红吃得一干二净吗？不也没事吗？你别以为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，瞎说什么大实话你？我再看看你耍什么花招。